Hi. Hello.嗨，怎么感觉我眉毛有点秃了呢？还是是我口红画太浓了呢？好久不见。谢谢鲨鱼辣椒的99票，这样又感觉太淡了。谢谢投票。对，因为一直在咳嗽，这个又太粉了。对呀，是瘦了。谢谢。是吗？但我觉得我看上去不像瘦了。就看不出来瘦了，谢谢，还没想到一个霸气的名字的99票，真的假的？是因为太久没有见了吗？真的吗？我会大吃特吃的，但其实最近吃很多了，好吧，也还好，因为排练的太赶了就。空的时候吃两口，有好好吃。我的脸都凹了，哪有？多么平滑的这个线条呀！不要放在这儿。对，排练。消耗体力，所以会瘦下来。看我额头上有个痘痘贴，看得出来吗？长痘痘了，像个刀疤。谢谢，那胖子是只喵，祥宝贝瑶瑶的99票，我也想你们，看不出来。谢谢阿白布布的99票，谢谢。碳水有吃，谢谢。QQ 奶奶好喝的咩铺茶的99票，一根线这么瘦吗？瘦成这样，我不喜欢吃，我本来就不喜欢吃。谢谢 Miki 的权杖。哦，对，有可能是发烧了，然后就那天，谢谢投票，那天就没什么食欲，就一天都不怎么想吃饭。谢谢天在水的99票，谢谢投票。没事儿。我以前也这样，咳好几天了。谢谢。谢谢投票。想要什么数字编号？当然是001。谢谢。我吃消炎药了。四位数0001。啊，我以为三位数，谢谢申小鱼的权杖。哎呦，见到你们太开心了，谢谢投票。一激动就，哎呀妈呀，那就1100。谢谢歌乐山喷喷香香脆脆辣辣辣子鸡的99票。变可爱喽，谢谢。对，我吃了去，哎呦妈呀，我吃药了吗？晚上我好像吃了，对，我本来以为今天没有吃头孢，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的99票，我本来以为我没有吃头孢，然后我看我那个头孢怎么少了2粒，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吃了就没敢吃，
谢谢谢谢投票。好，谢谢 W3 的99票。我去喝点水，我放个水在旁边，给你们看我的杯子。哎呀妈，见到我自己，谢谢 Zia 丽的99票，喝水，一起喝水吧。里面是化橘红，有点苦。谢谢 CJ 的瑶瑶，一直要好好的。又换名字了，我的99票，一起喝水吧。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的99票。谢谢相信一词就好咯。是你生日吗？是你生日吗？鞋娃娃一起祝你生日快乐，跟不要跟娃娃一样悲伤，要跟娃娃反着来，要天天开心。哦，是你生日，生日快乐哦，耶！谢谢共情差的废柴的99票，太苦了，我就不爱喝。然后昨天就翻有没有泡茶的喝的东西，发现这个居然能够就是润肺。谢谢那胖子，拜托瑶瑶照顾好自己的99票。好的，我会尽量完成任务的。谢谢阿凡的99票。梨子汁啊，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个可以润肺。因为我觉得我很认真照顾好自己，我每天都有吃保健品。对，图图上班了。哦、我以为是让我不要哮喘。谢谢投票。对，偷偷在装修。凉茶，凉茶也可以吗？止咳，不是，是咳嗽。在敲代码。我有那个川贝枇杷膏，我喝了那个，喝了好多。谢谢胡萝卜侠的99票。少说点话，那么久没见了，所以不说话的话，咳嗽严重的话，对，我有吃药，没有光喝这个了。什么会上瘾？川贝枇杷膏吗？因为很甜，我这两天忍着吃糖，忍了好好难好难。谢谢豆豆眼神喵，哎呀，可爱温柔，没反应过来呢啊，这次算你赢了，好吗？比来比去的，真的是，只是我让你哦。谢谢投票。谢谢投票。没有啊，他没有啊，他没有这名字啊。谢谢谢谢。取名字的机会。谢谢叫我卢小一，不是卢小一只的99票。谢谢 CJ 的瑶瑶，一直要好好的。比心，托托劝好了吗？他说没所谓，嘿嘿，他可不想要一直听到妈妈说拜托拜托。谢谢歌乐山金嗓子喉宝冠名辣子鸡的99票。谢谢来自新加坡的小恩的99票。可以偷偷看一只耳的图片了吗？看啦，他觉得自己特别帅。谢谢阿凡。
就放点音乐吧。大家想听什么呢？谢谢微微豆奶，泡点胖大海可以止咳的99票。对，我前几天更严重。谢谢沈梦瑶的牛的99票。我没有发烧了，我前天就没有发烧了，啊不对，前天发烧了一天，然后晚上睡了一觉，睡得很久。嘿嘿的是因为贴了痘痘贴，谢谢 Chris 点127的99票。放点嗨一点的。三九感冒了，我喝了那什么999的什么一个叫什么来着，什么清热解毒的一个液体的什么，我的两撮刘海很性感，我头发太多了，碎头发太多了啊。对，清热解毒口服液，对，有炎症。今天排练累吗？还行，就是因为记的动作太多了，然后就有点就是那个脑子那个储存卡有点快满了，就得好好消化消化。谢谢谢谢姐姐的99票哦，谢谢姐姐，谢谢 CJ 的瑶瑶，一直要好好的，比心。什么？干嘛要跟我说拜托？怎么了？我怎么你们了？怎么你们了？你们说呀，你们说呀，不要光打字呀，你们说呀。不要欺负我嗓子不好，哎，谢谢 Cindy 小森瑶瑶，多喝水多喝水，在99票，我喝了喝了，今天喝了好多，哇，谢谢啊啊啊啊桃的999，谢谢你的999，我也会多喝999，谢谢 Hello 陌生人 BSOS 的999。谢谢陌生人给我送来的999感冒灵，谢谢 FOXI， 我觉得我是热感冒，谢谢姐姐的99票，谢谢阳春面面面的999，哇，我喝了3包999了。借你们吉言，我一定能够好得更快的。谢谢面面。可是我们空调没有什么用。偷偷耳朵找到了吗？我又没有说拜托，也没有拜托谁找。就让他单着去吧，换空调，舞蹈房的空调还没有来得及修，好残忍，哼。什么怦然心动？没有，有一个空调，一个有两个空调，坏了一个，还有一个，然后大家出汗就特别。谢谢 CJ 的瑶瑶，一直要好好的，比心。谢谢投票。投票。陪我。和他们互相看一会儿。耶，只有一只耳朵。就一只耳朵。投票好香。投票最近又去洗澡了。都只有一个耳朵，看他多难过呀！看看他，他满脸写着，哎，都怪你们让我妈妈一直说那句话，他也不说，我就只有一个耳朵了。喂，
一会儿还要去吃碎的猫粮，谁知道是不是哪只小野猫吃剩下？我才不吃呢。头头听不见了。头头啊，你怎么今天这么矮呀？头头啊，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嗨，你们热吗？给你们擦擦汗哦。嗯，谢谢。明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皇冠。谢谢小鹿，谢谢。明普是谁？怎么又给他乱拉 CP？ 谢谢 CJ 的瑶瑶，一直要好好的，比心。谢谢姐姐姐姐的99票。什么？好几个羊妈说了拜托拜托，为什么他们让我说，私底下却偷偷的跟别人说呀？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的99票。他们是真的，真的假的？祝福哦，祝福祝福，真的祝福哦。多久的事儿？坨坨，坨坨都幸福的呼噜呼噜了，他们还要跳舞。什么意思？看到坨坨就想到除夕？他们不想我们批评呢？额头，额头，额头啊！哎，就前两天啊，跟那帮兄弟们，谢谢能让坨坨拜托拜托妈的99999，好吧，坨坨这包999就你来喝啦，坨坨，快点为了你的耳朵，拜托拜托。哎，不对呀，这句话不就是我说的吗？哼哼哼哼，坨坨说了。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又变成我配音了呢？坨坨自己说。谢谢蜡笔小果子。坨坨你怎么洗完毛，洗完澡掉毛掉这么多？谢谢姐姐。打99票，对，坨坨你下去吧，看你难受呢。干嘛？怎么了？叫什么？谢谢盼盼不吃铜锣烧的99票，等我一下，我去拿个纸，擦一擦脸。那怎么办呢？啊，一个那个一个那个，我不能说解拜吧，是不是？好，我下次就说解拜。谢谢 RRHUNG 一猫三狗的99票。谢谢9436。瑶瑶不知道94等于几，谢谢。额头那个就是啊，出来出来这样子的时候留的疤，怎么样，酷吧？谢谢哇哇大眼，就是我的99票。很帅吗？对啊，宣传片我也好帅，是吗？不应该是非常的厉害，
谢谢 Cindy、 小森、瑶瑶多喝水多喝水的生日蛋糕。你也生日吗？今天祝你生日快乐哦。对，我口红被我擦掉了，头上的伤没事儿，就一点点疼啦。空中飞人很帅，那把我紧张死了，呵呵，怕的要命，其实。那是痘痘贴，猪头，疼，主要我手腕没有力气，我肌肉，我手臂有肌肉，但我的手腕没有力气，所以我也握不住。然后第二天这手上还长了几个泡泡，就是有点，就是像有茧了一样。现在好了，都几天过去了，那是6月底的事情了。对，谢谢谢谢投票。所以就是，就接触了这个之后，就知道做这行有多不容易了。谢谢 Cindy、 小森、瑶瑶多喝水多喝水的99票。就耶，谢谢 CICI0G5VC 的99票。应该没拉上，谢谢华丽的毕业生的99票。哎，打不出来，居然没打出来这个。打不出来了，算了。拒绝也不太好吧，本来就是这个设定。双手线上再换单手，当时也这么想过，但是不太行，就是要有一下子拉起来的。虽然最后镜头也没有剪啊。对啊，用那设定，你们没有看那个广告，上面不是有那个 unit 的名字吗？你点一下它就有简介，上面就会有空中飞人4个字。设定不可以商量的，你 unit 的风格就是这个设定，你商量了那你就别的 unit 了。剧场表演有啊，剧场表演就是我啊从空中这样子从你们那个控台那边咻的一下子啊飞过来。厉不厉害？期不期待？一把子期待了啊。对啊，每场都这样，就有时候呢就是从左边飞到右边，就从左边的那个升降台飞到右边的那个站区。半路掉下来，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手一定要这样握握紧。对，因为我怕到时候你们会被惊艳到，就是心脏会不适，所以我现在提前给你们剧透一下啊，这显然不是我的风格啊，但是为了你们的心脏啊。钻火圈，我们最后那个 ending pose 就是会设定成这个样子。对，那个因为拉太久了就会红，很正常，没事。邀请坨坨，就是我最近有在训练坨坨这种技能，就看他的表现能不能上台。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带99票。谢谢啊啊啊啊啊啊啊桃的99票。除夕的脑子不行，除夕不能训练，他就适合乖乖的坐在那里，
吃罐头，数不过来了。胸口碎大石，那不是我这个人设的风格啊。这个人设呢，就是温柔，好吗？在那短暂的三分钟里面，大家可以把温柔打在公屏上，因为此时此刻这首曲，这个人的人设呢就是温柔。当然，其他时刻就是不一样的了，就哐哐哐。他只是看上去弱不禁风，也有点不太现实啊，毕竟要从空台那样子掉下来，是不是？谢谢亲爱的儿子沈十六的99票。中途会换装吗？你是说在空中吊着吊着吗？就在考虑啦，都在考虑中。大家的建议我都会上报的。就一边这样子拉着环儿，然后一边下来，然后唰了一下就变身。然后剩下的前一分钟就这样子的空中展示，剩下两分钟就换装了嘛，换装之后就直接穿个那个背心，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背心，工字背心是这么说吗？然后就肌肉展示，就大家都在舞台边，这样，然后最后再带坨坨一起钻个火圈，结束。哎呀，全都告诉你们了，这不是怕你们现场看了，哎呀，太惊讶嘛！不要告诉别人哦。谢谢解拜的皇冠，谢谢解拜啦。对，因为过去的太快，来不及念，就这个特效，它时间太快了，所以说我怕来不及念，我就省略了一下下，是特效的问题。怎么？我还有团队呢，还不是我一个人呢，我还有团队呢。还说我营销，你不知道我背后团队有多强大。让我涂个口红，感觉这么虚弱的这样子说着话，有点没有说服力。什么说了实话？哎，我这个刀疤越来越明显了。这两天排练的又上火又感冒的，那必须的，团队非常强大，都不适应化妆。对呀，不像吗？不像刀疤吗？剪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它是那个什么什么大功啊，它是一个什么仿人的那个皮肤的一个贴，然后呢就自己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不够黑，不记得了，谢谢。月牙有点歪，因为我是
上海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因为我是上海的，所以他有点歪，很正常。上海的就是比开封那边太阳小一点，就没有那么晒了。怎么了嘛？开封那边太阳比较大。嘿嘿。开封热死了，我在上海，天天在五岛房，就是不晒，都不出去的。上海有个沈梦游，什么？王毅也在说钻火圈吗？他怎么回事？他怎么把我们 UNIT 给泄露出去了？打妹打妹，告诉他不要再说了，不要把我们什么，把坨坨扔到火圈里面，他还来个后空翻这种话给说出去了，叫他千万不要说出去哦。我跟丢丢对打那一段我都没有说出去呢。多讲点上海话。嘿嘿，他咬我，我会咬回去。会退票吗？收票根哦，收票根哦。怎么说来着？有时候我们在剧场，就是发车回去的时候，坐在车子里面就会。以前就会听到有人说“收票根，收票根”，是不是？啊，收投票，对呀，我坐在车子里面的。MVP 啊，就是我们的坨坨。我耳背，我耳背，但是呢，也不是聋，好吗？等一下啊，让我挑个歌。要听什么歌？哎呀，偷偷的叹了一口气，怎么了，偷偷？没关系的，第一次上舞台，压力都很大的，我懂的。哼。啊，放个歌。High Honor，想听 K-pop？怎么，大家都是 K-pop 人？谢谢，地球是我搓圆的，99票。新公演的梦，新公演的歌，你在做梦？想什么呢？嗯，谢谢，月亮是我啃弯的，99票，谢谢你们两个哦。听，K-pop 了啊。等一下，让我登录一下。什么新公演伴奏？好呀，给你们，那就给你们放新公演的伴奏吧。想听约？妈呀，要不是稍微有点脑子，我就哼出来了。In the dark 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啊？应当它可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看 K-pop 放什么歌呀？Weekend Blackpink Blackpink Mamamoo 怎么那么多家粉丝啊？看看哪家粉丝在这最多。好的，我看看飘着的屏幕了啊，确实，Team H2，现在 Twice，Blackpink，SH48，FX，我找个歌单。随便放了，没有 YP 舞谁哦，只是这个歌单就放了这首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说话？我也护个嗓子，开个音箱。噔噔噔。Can you not look me? Look you not look me? Look you not look me? How you like that? 哒哒哒哒。登 VIP 了，登上了，登上刚。刚刚直播前特地登了个 iPad 的微信，谢谢名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皇冠，谢谢这位不知是名普太甜了呢，还是小鹿呢的皇冠。谢谢名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谢谢谢谢名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谢谢名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对，我知道是小鹿。噔噔噔噔噔噔，谢谢名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Blackpink，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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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一首是什么？不知道。噔噔噔。谢谢，秃噜皮，秃噜皮，太甜了，辣子鸡想天天磕的99票。不行哦，不行哦，你要辣辣的，你不能太甜了。
辣子鸡要辣辣的，谢谢。姐姐姐姐，拜托拜托嘛的999，好嘛，这次特效长了，哎呀，终于有时间念出来了，谢谢。前面是特效太慢了，哦，不对，太快了。那可以把坨坨的耳朵找回来吗？去垃圾桶里找一找。谢谢空源的99票。那天扫了下地，不知道有没有把坨坨的耳朵扫掉。什么？还是另外的价钱？那这个算什么？猫耳朵，脆脆的，甜甜的，你们吃过吗？吃的坨坨的，快吐出来！找到了，找到了，快抓住它！坨坨的耳朵在它那里，还有点咸咸的，对，对呀，我们都吃过猫耳朵。是不是很吓人？吓人吧，我们背着你偷偷吃猫耳朵。对啊，真的能吃，不然我们说什么甜不甜咸咸的，在那开玩笑呢。猪耳朵，我也吃过。你们怎么可以吃呢？你们怎么可以吃猪耳朵呢？对，我现在也没有见到过猫耳朵，兔子耳朵。谢谢小明，谢谢小鹿祝福 ，SMYBU3 的99票。没水，我都喝完了。喝了。轻一点，好吧，那得等我一下哦，还有点远，可以吗？等我个48秒，一、1、2、3、4，23秒，23秒，是不是很快？不是，是常温的。闪电侠。
他是绿箭侠，还有个什么绿灯侠。昨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然后上面是只娃娃，王毅看到惊呼好看，说天哪你怎么穿这个。从他的语气中我能感受到他觉得他十分的漂亮，他说我有点受不了你，受不了你。我觉得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么漂亮的衣服穿出来在我面前显摆呢。对，对，要保护好衣服。喜新厌旧了，卡吗？嘿，你那卡，怎么回事？是不是羡慕我的娃娃杯子了？谢谢投票，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听到好了。现在还卡吗？嘿嘿，被晒到了。谢谢大喊瑶瑶比天仙漂亮，哇哇的就是九票。还卡，那你们等一会儿哦，我退出重五四三二一。好的，看来没有用，你们进来呢。好了，哇，看吧，还是要我凶一凶的嘛，就是要凶一凶它才会好。不行啊。还卡呀，好了吗？好了，耶，快点拍手，要鼓励鼓励他，要夸一夸他，这样子的话他下次就不会卡了。又卡了，真的假的？那我用我的流量吧。我现在用了自己的网，不卡。又没有了吗？怎么会这样？没了，在这里，在这里，好了吗？热力帕力，热力热力帕力，好了，帕力热力热力帕力。又卡又卡，绝了！为什么呢？让我想一想。哦，因为它变成4G。等一下啊，我再换一个网。
现在切了 WiFi 了。要你们说拜托，要你们说拜托，他才会不卡。好的好的，喊的再大声一点，喊的太小声了，拜托的再大声一点点。我要不关了重开。真的不认识。好，那我重开了啊，下期再见，拜拜拜拜。现在还卡吗？好了，嗨，大家好呀，好久不见。稍微流畅。哭了，嘿嘿。谢谢夸奖哦，但我拼不下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过得还好吗？稍微有点感冒咳嗽哦。谢谢谢谢投票。什么 cover 这首吗？好，会多喝热水的哦。我瘦了，真的吗？可能太久没有见了的关系。有人居然说瘦了。这个感叹号问号什么意思？谢谢 RRHUNG 一猫三狗的99票。我没有吧，线条还是很流畅的。真的瘦了好多，是有多久没有见了？也就几秒钟吧。下颚线，像是刚刚见面一样的。谢谢名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哇哦，名普太甜了吗？谢谢小鹿的99票哦。谢谢明普说谢谢小鹿祝福 SMYBU3 的99票，谢谢哦。什么，谢谢明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谢谢小鹿。谢谢明普说谢谢小鹿祝福 SMYBU3 的99票，谢谢。谢谢小石头摇摇玉三版的99票。梦回去年。谢谢明普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你们在干什么？
谢谢明仆又说，谢谢小鹿的这个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次祝福 SMYBU3 的99票。在考记忆里，请问小鹿一共祝福了几次明仆，明仆又回谢了几次呢？谢谢小，谢谢明仆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差点说小鹿太甜了，明仆磕到了。谢谢明仆说，谢谢小鹿祝福 SMYBU3 的99票。大家有在数吗？要记下来哦，要考的。明天不用太早起，今天可以放心玩哦。谢谢明仆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答对有奖励吗？有哦，就是告诉你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下一首可以听音乐吗？其实呢，渊他这首歌呢，它存在在一个，这首歌既然叫渊，它肯定是存在，就是藏在一个两座巨山中间。这两座巨山分别是什么呢？一个是4782-73701，一个是10063-14182。想要知道这个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首歌呢，就去这两座大山中去寻找吧。原来如此。这个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我突然唱戏，因为还没有完全出来，还不知道呢。对，额头是长痘，你好聪明，居然没有问我爸是什么东西。谢谢明仆太甜了，小鹿磕到了的99票。一起 rally rally rally， 你们三个一起 rally rally rally， 来来 rally rally 的。对，如果不是长痘痘，我就直播化个妆了，好久没有化妆。怎么了？那我跟你们一起，我们四个一起 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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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lly。 对，我涂了个口红。没有了。是收到的爱很多，所以漂亮。来，让你还没到啊。水晶晶，让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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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难过的蟹 CPDD 的皇冠。来，一起让你让你让你。怎么感觉坨坨的毛老是在飞过来？安普可照相。哦，那你也 rolling 给他看呀，教你把手举平 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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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ing。
写写作的。哎呀哎呀，只顾着 rolling 了，他叫什么？坐等时鱼有福气跳夜蝶。哎呀，差点错过了什么。知道知道。大家要互相好好的，知道吗？都要好好的，是吗？喝个水，太激动了，刚刚。我不会啊，我在那瞎扭扭。谁是姐姐位？我猜，我猜是名字在后面的吧，那个吧。真的吗？什么时候？我都带你们一起跳 rolling 了，可以带我一起看一看吗？谢谢坐等时雨有福气跳夜蝶的99票。我手绘24号，这24号想在哪儿呢？拍个 MV 那要投票的，那不能简简单单就去能拍 MV 去的。我从控台滑过来的时候他们跳。对呀、啊，拍 MV 不就是要投到前两名还是第一名？啊，如果是16人的话，就是前两名。然后呢，双人曲就是要第一名，是吗？不愧是队长，要第一名，那就赶紧的让他们去拍。这首歌叫 It's Summer， 这就是夏天。是一季。开车把油门踩到底啊！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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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鱼，这么老的歌你们居然听过？这是我初三的时候听的。对，明天去看颈椎病，祝你早日康复哦。没听过哎，那现在就听过了。明天要排，我们天天都排练，每天排练就要个10小时左右。
谢谢瑞瑞，很期待 W 盐罐子的夜蝶的99999。谢谢瑞瑞，很期待 W 盐罐子有竞争对手喽，怎么办呢？只能一对表演呢，是吗？当然我都可以啊。哦，还是这两人，是因为他们很严是吗？就是表情很严肃，我也想叫严罐子。超级严。对，你们好像是私底下呢还是表情，就是谢谢14300考研苦行僧吧，加油加油。对，说实话哈，卡住了，看来还不让人。不是，是问我要不要加入这个 WiFi。 谢谢食欲福气 SMY 清点了，姐请记住。就有时候啊，哎呀还翻白眼。不要打了，不要吵，你们都要好好的。谢谢有理橘子。就有时候我在台上看你们的表情，就我也会观察你们的表情啊，如果表情过于严肃就会自我怀疑，就是说是不是表现的不好，或者说哪里跳错了，还是说哪个地方没有用劲。戴着口罩能看得见啥？你眼睛呀，眼睛是不会骗人的。谢谢 MN90HF 的99票。对啊，哪怕是坐着的位置我也能看清哦，看得清清楚楚哦。谢谢盐水的99票。不至于翻白眼了。翻白眼我也会翻回去的。但是下次会好好练习眼睛。就有的人，就是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就说如何戴着口罩假笑，就只要眼睛眯起来就可以。怎么做的？不行啊，我嘴巴要会咧开来的。你会不会每次握手会我看你们戴着口罩都是啊一个个充满爱意充满笑意的看着，其实然后就是口罩下面都是嘴巴都往下垂的，眼睛非常小。那也看到那条粪粪，怎么你是痘痘眼吗？戴个墨镜，墨镜会反光，会透光。缝缝里面，什么你跟你偶像一样痘痘眼？我才不觉得你的偶像是个痘痘眼。什么什么，你在网上看什么？怎么形成的？谁的眼是怎么形成的？不要欺负你们的偶像，此时此刻只能在屏幕里面这样子假装正经假装平静。娃娃头套，对呀，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眼睛是痘痘眼的话，那就戴上娃娃头套呀。
娃娃眼睛这么大，哈哈哈利贝，哈哈哈利贝，谢谢细菌人的老板，对，就是九票，怎么变成老板了？把它吃了吗？我要没电了，不过是我的 iPad。 能呀，我正在趁坨坨吃猫粮。偷出来的，人家就长那样嘛。Holiday，Holiday。谢谢给瑶瑶表演动感光波的九九。我会劝你买哦。谢谢，坨坨吃啥牌子？吃的是什么牌子来着？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劝不动？那就不给他添新粮呀。四黑牌，渴望吗？还是巅峰？我反正两个都给他买了，因为听说哪个牌子的布偶猫吃了会。不舒服，嘿嘿，不行不行，我已经给他吃了一阵子。上上期哇，我已经出了两期 vlog， 上上期 vlog 里面我在那边食堂阿姨抖是不是？我觉得它有点贵，然后我就想着先给他试一试啊，要是他吃完了疯狂的肠胃不适怎么办？然后又考虑到之后来不及换粮，所以我就这样子抖抖抖，你们说我是食堂阿姨。然后后面我发现他居然挺喜欢吃的，然后就给他回购了。然后第二次回购就比上一次买的要碎很多，感觉不知道是不是买错了。是因为我怕来不及换，那美，你看他，那帅，那美，现在不抖了，现在不抖了，他都不吃。最近没有排练，我都长这样，大家也跟我长差不多，录起来就有点没必要啊。谢谢。那山那美。对呀，我这次 vlog 有6分钟呢，是不是很厉害？多少来着？大声告诉我，一共几秒钟来着？几分钟来着？虽然呢，这次剪辑居然意外的还挺顺利，就是只要我知道了要放哪些视频，它还能自动的去写字幕。我都不用怎么加工，我只要就是注上那个隔壁的小花的名字，基本就差不多了。但是不知道这样子大家会不会喜欢呢？照片那个摄影师还没发给我呢。
真的假的？不会觉得很。不过之后也没有这样子的活动了，就是要不是因为有拍那个宣传片，然后可以拍点东西。Unit 练习 ，Unit 练习不叫，来不及自己拍了，好好学舞蹈呢，想什么花头啊？最近没有去上课，所以最近就没有拍。队友一下就十二点，我晕。软件是用什么？是剪映，它可以自动的识别字幕。吃饭，我们吃饭都是在地上吃的。对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特定的吃饭时间。谢谢打冰当玉最爱瑶瑶姐姐的99票。好厉害。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的99票。好久没有去正规的地方吃饭，都是要么在地上，要么就是蹲着。这几天大家都是这样子。我皮肤不好，我皮肤就经常会非常的上火。谢谢投票。趴着吃，怎么说要吃的我就饿了。对，时不时就会有点刀疤。现在不点了，不点了，12点了。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的99票。你们会不会遇到那种就是半夜点外卖，然后呢外卖员打电话给你说我出了点事情，所以说可能会晚点到这种。我可能刷那种是啊，没有。我经常哎。谢谢打冰当玉最爱姚大聪明的99票。今天晚上吃的是那种像麻辣烫一样的东西，不是，就是他也不告诉你他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呢，我之前就会，是我遇到过一个人，他一个外卖员，他跟我说他出了车祸，然后骨折了，说我马上给你送过来。我说你要不去医院，就很久以前啊，我居然。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导致我后来每次接到这样子的电话，我都很害怕对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不可能，没必要骗我。真的假的？可是晚几分钟又不会怎么样啊。哦，是，可是就是一定要卡着点。假的，他们会扣钱，好吧。最后有送到啊。
谢谢外卖员说太饿了，把我辣子鸡吃了的99票。不能不能不能把辣子鸡吃了。谢谢。谢谢姐姐的99票，谢谢。Thank you. 我在听歌呀。好的好的，谢谢。没必要没必要，都不想念出来。祝你长命百岁的权杖，谢谢谢谢。甚至觉得有点心酸，这个 ID 唱最高音那段，我怕惊艳到你们，真的，尤其是我今天嗓子状态这么好。Psycho 什么东西啊，图图啊，在干嘛？没了，它还有高音的地方吗？还有高音的地方可以让我挑战吗？Psycho 我也只会这一句。It's all right. 谢谢投票。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Psycho. 看看俺们兔，这是画什么东西来着？画橘红，看吗？不拿了，我手脏。对，晚安晚安。我听了多久？哼，我听韩国 K-pop 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出生呢，姐姐啊，以前，从那个是叫，噔噔噔噔，啊耶啊耶，从那个叫那个。最近还挺火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凯特琳娜那首歌刚出来的时候。 Blackpink 没有电了。好的，那一会儿啊，对，橙子焦糖，对，下班了下班了。嘿嘿啊，橘子焦糖，橘子焦糖。
什么什么什么的梦？好，既然我的 iPad 没电了，我也要去休息了。晚安，晚安，拜拜，拜拜，谢谢。南方姑娘说，记得劳逸结合的99票，好哦，好哦，会好好养病。晚安，哎，你在这儿，晚安，晚安，拜拜。也没有太瘦吧，拜拜，晚安，再见，走喽。